伙伴，注意看，在游戏机房子上有一个在张牙舞爪的蛋仔啊。 Oh my god！ 伙伴，你们知道如果他不动的后果是什么吗？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。伙伴们，千万不要阻止这张牙舞爪的大白蛋不动呀。为什么？伙伴，众所周知，在蛋仔岛上有许许多多的房子啊，其中有一个房子很诡异，游戏机房子上有一个张牙舞爪的蛋仔，他一天24小时都在动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他不动，你们知道我们的蛋仔岛上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？Oh my god！ 有小伙伴告诉我说，他不动蛋仔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。错，大错特错。什么？如果他不动的话，我们的蛋仔岛上将会发生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啊！众所周知，在游戏中我们有个相机功能，我发现当我看到了土豆地雷里的蛋仔岛的时候，大家快看呀，那里面的那个白色小人就不会动，但是啊，如果他不动的话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蛋仔岛上将没有生机，喷泉也会消失，所以我才说让他一直动，如果他不动的话，我们的蛋仔岛就会坏掉，你们知道了吧？